你不怕警察抓你？不怕。不怕。有事了吗？我有事。来说说，再说说。我没棉花糖呀。没棉花糖。叫你舅舅拿上，这一回回来给你买背带裤啊。那行吧。跟你回来跟你爸爸要钱了。你会说不吗？谁跟你叔叔说的？金婆婆，我记得金婆婆家。哎，不能给这个端上来。金婆婆家吗？不用你接呀。Happy birthday！ 检查可以，又有啥了？检查？又有啥了？去老爷子家，去不去？咋检查了？这怎么个骗了？你手手挂挂，手手挂挂，哎，按我啊，看着就，看着，皮肤出现痘痘了。给你戴一个围巾哦，戴一个什么围巾？戴一个就那个叫个什么？你舅舅买那个那个小小，还有长沙市的这么小，还是我在澳门给你回来的。你把那个电钻就戴哈。嗯。悄悄拿下了。哦，悄悄戴下了。跟穿黑啊、跟穿黑啊、我在你写微信啊、写那个你叫什么多高的微信啊、然后只需你那你妈妈回来打你吧。来穿黑啊，不会穿。我不会穿。啊，不会穿你就。我教你。对，你就。